In the last video, close to 91% have subscribed to our YouTube channel. Do your part as of hitting 300 subscribers by the end of the month. Please drop a like and subscribe, that would be awesome.竞技场上都是大赢家，就在周末晚上，一和万千在声嘶。哇，大家晚上好！大家晚上好！欢迎收看《一分万千在声嘶》。哇！哇！大家太热情了，真的是好热情啊！今天所有的朋友，来来来点尖叫声！ 哇，好开心哦！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，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呢， 2023年 就要结束了，那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啊，大家定下的目标啊，许下的愿望啊，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呢？是啊，我相信大家有很多愿望，包括你说哦，可能呢希望学业有成啦，也希望呢可以跟好朋友好久没见面的聚一聚啦，或者可能你的愿望会是说，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缤纷万千在声嘶里头啊收据被抽中。 对不对呀？那还不容易吗？想要被抽中的话呢，就要积极一点，到声嘶去购物。声嘶超市呢，应有尽有，又有中奖的机会哦。好，一波击中百倍凤凰，我们马上要进行看看今天晚上谁会被抽中。 就有机会被我们抽中，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百倍大奖哦！来了，其实真的赢奖的机会很多，包括呢我们每次都在提醒大家嘛，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，也会抽出200位幸运的朋友，送给他们100块钱声嘶超市的礼券，或者是电子礼券，所以呢你看中奖的机会真的好多好多啊！好。 第一位一波击中百倍凤凰被抽出来的这位朋友，他的花费是54.9块，对吗？是。好，我再打一次。54.9块的花费，住在Anchorville。哎，是的，Anchorville的这位朋友。 Oops， 好，没机会联络上他。是他的电话打不通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幸运轮盘哦，来帮他决定到底要开哪一格。好，声嘶超市到底会停在哪里呢？运气如何呢？停在排位的位置吧。继续，声有机会哦，声哎，有没有觉得声是多少倍？ 哇，是百倍吗？好大声啊！真的是百倍吗？我们来看看，哇，真的是百倍哦！真的集合了所有人的人气哦！恭喜恭喜，我们这位朋友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5495块钱，恭喜！哇，旗开得胜，百倍百倍！是的，我们会书面通知这位Abdullah，OK？好，下来呢，第二通哦，一波击中百倍凤凰，花费是 9391，93.91，哇，这个字好像挺美的。是，对，没错。单春万，好，住在Tampines的单春一万，单春一万，对，单春一万，是。好。 快来接听电话！打电话给你喽。是啊，百倍百倍的话有哇，100倍有9000多块钱呢。哇哦，整万块哎！Hello， 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Hello， 请问你是崔湾吗？啊，对，你好，我是钟晴，我是郑荣，恭喜恭喜，百倍百倍哦，百倍百倍，崔湾，知道怎么玩吗？ Hello? 四个格子啊，崔湾，声、松、超市，你想要开哪一个格子？四个哈？四个格子对吗？啊，四个格子，声、松、超市。声、
生啊，第一个啊。啊，对，第一个啊，好，祝你好运哦，多少倍？你希望生多少倍？快点喊百倍，百倍，百倍，大声一点，喊了就有了。来喽！百倍，百倍。哇！真的是百倍耶！百倍，百倍，恭喜你，祝你。恭喜，听到了，真的是一百倍哦！今天晚上的奖金是9391块钱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哦，万开心吧！谢谢你，谢谢申松哦，你要多到申松沟，希望还有机会抽到你哦。恭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是，好嗨啊！恭喜，拜拜。拜拜，马上告罢掉。真的，好，下来的这位朋友，他的花费是。99.51，哇！哇！谁在喊那么大声？现场来了来了，好，马上要拨电话给第三位一波击中啊百倍粉环的朋友，是汪彩平，是彩平，嗯，彩平彩平可能汪彩平，王彩平吗？好，希望他会自己来选择我们申松超市四个格子。看他要开哪一个？是很多人都说这是现场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我是真的，是现场哦。马上打电话给你喽。星期六晚上，如果电话响的话，很可能就是我们。没接啊？好，没接。没关系，我们用幸运轮盘来帮他决定哦。不知道他的运气如何呢？有多幸运呢？会不会停在百倍的格子呢？来，生松超。是，停在哪里？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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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多少倍？会不会是百倍呢？会不会是百倍？哇，真的！我真的觉得哦，我真的觉得今天很旺，就好像每逢过年啊、佳节啊、圣诞啊、生松的超市里头一样旺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太热情了，所以这么旺，三个百倍通通送出去喽。对，第三个百倍哦，奖金是9951块钱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，我们会书面。通知他们，恭喜他们。好，送完了第一轮的百倍，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单元了。恭喜发财，红包就来。好，这个游戏很简单哦，在我们前面呢，有很多带有磁铁的圆卡，在这个圆卡下面呢，分别写上了“恭喜发财”这四个字哦。是，画面上大家都看得到了。那其中一位组员呢，戴着特制的这头盔呢，就要把我们的这盘子呢吸起来，然后呢来到这边交给另外一位同伴，然后呢他就要把这恭喜发财的字呢排列出来，就是那么容易。马上呢要给大家呢欢迎我们的第一组朋友，两位好。来来来，打招呼。我是世燕。大家好，我是裴汉。好，你们是朋友吗？好，祝你们好运哦！来，请就位。来来来，第一组要开始喽。好，裴汉准备好了吗？45秒，现在开始。加油喽！第一排一定要排列出来，那第二排呢才能算哦，他的奖金。哎，发财出来了，恭也来了，那少了一个喜，来一个喜。第一排如果排列出来是1000块钱，哦，喜来了。Yes, 第一排。恭喜恭喜！一定要沾上哦，不然就作废了哦。啊，对，沾上，好，来。第二排，加油加油！第二排也 OK。喜跟八有吗？喜跟八，来喽！哎，你的八排错了。加油，还有七秒。八排错了。排错了，排错了，这个排错了，排错了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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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八。我一直叫你回来，发错了，这是喜。OK， 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看看奖金，我们看一下奖金。我自己也跟着他们紧张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来来来来，第一排恭喜发财排队，所以呢有1000块。第二排呢只有恭跟财是对哦，所以呢也是1000块钱。所以呢奖金总共可以获得的是2000块钱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了，那我们第二组朋友也已经来到我身旁。
是慧琴，从城堡王来的。这是我儿子嘉恩。哇 ，Hello。好高的嘉恩哦。好，来争取时间。你准备好啊？嘉恩准备好了吗？45秒，现在开始。好，来了，第一个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喜呀！喜提尔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记得第一排一定要排列出来，第二排的奖金才算。哇，你来个 CCC 啊，又是喜呀 ，CCC 啊！四个都喜，来一个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来，争取时间还有25秒。哇，为什么那么多喜？好，财，来一个公跟一个发。OK， 公来了，再来一个发，快点！来一个发，来了发。耶，第一排成功，来第二排。公，快点再来一个发。三多一个发。耶，两排。快点快点快点！来，快点打破我们的记录。快点，还有4秒。来一个财，来一个财。一。来个发。时间到。哇！算算算。哇，好快哦！你真的很快，最后一秒你啪上去，马上上，好厉害！哇！那我们来算一下奖金，第一排成功排列出来1000块，第二排成功排列出来2000，下面呢每一个750。好，也就是说700、750、750。对，你们获得的奖金是多少？知道吗？5250块钱。哇！哇！厉害了！真的好棒，好棒！好，恭喜你们哦，玩得开心哦，赢奖赢得很开心。是。好，上来看一下下个星期我们抽中谁来挑战这个游戏。恭喜一下两位朋友下期来挑战，恭喜发财，红包就来。就在周末晚上，银河完全在手中。这时候呢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游走的歌王、总冠军、闲杂人等带来这首梦醒时分。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就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现在都别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。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文字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事情你
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答。谢谢闲杂人等带来的这首《梦醒时分》。谢谢。其实呢，说到这闲杂人等嘛，就是我们游走的歌王里头的这比赛嘛，他们将会联合呢决赛的另外四强哦，一起呢推出一首单曲哦。是，而这首单曲呢，很快呢就要面世了，大家敬请留意哦。是，如果你要了解他们参赛时的一些心情的感受呢，这首歌就会透露了，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了。是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金儿童唱游比赛，今天开始要紧张了。是，因为今天已经来到第四场复赛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将会公布十强的名单。是，在我们今天比赛之后就有十强，那其他的朋友呢要加油哦，千万不要掉到这个危险区哦，要不然真的会很紧张。入围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是74.1分。好，不要再说了，越说小朋友越紧张。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三位评审老师。好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三位评审老师。第一位那是我们的音乐导师，欢迎徐一平。下来呢是我们的音乐导师，欢迎我们的林俊杰。第三位我们的音乐导师，欢迎我们的廖婉婷，欢迎三位老师。欢迎老师们。好了，我们的金儿童唱游比赛第四场复赛马上开始。好，要登场的呢不难理解，三个美女，所以我们叫他们三枝花。欢迎三枝花给我们带来天路。有乐器伴奏的队伍哦。好，恭喜获得的分数是72.1。是，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组合三枝花。紧接着下来要登场的，哇，好阳光啊，是星光少年团哦。是，星光少年团也来了好多的支持者，今天要带来的这歌，哎，你应该很熟悉啊，姐。对，以前我是常常呀，因为这首歌的关系。好，马上呢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《Para Para Sakura》。Sakura!
Sakura 为他们争取到了多少分呢？哇哦，74.43，恭喜！那是我们的第二个组合，下来呢，第三个组合要登场了。今晚的最后一支队伍哦，他们给自己取名 Ace。Ace，Ace，OK，、okay, 希望成为大家的黄牌、哦。侍卫在想，哎，他的这个王牌要使出什么招？哦，马上看一看就知道了哦。好，欢迎他们带来这首《别人家的小孩》。4, 3, 2, 1，跟我念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重复这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，一起跟我念句话，孩子你是最棒的。火力全开，学习好与输外，这是你当课代表，不得了，什么都第一，让我不开心，鼓掌。他们是最无敌灭霸的存在，他们是最无敌，呼呼，他们是最无敌灭霸的存在，他们最厉害。别人家的小孩，全世界第一可爱，我永远不如。孩子，你是最棒的。哇哦，别人家的孩子哦，会不会是今晚的 Ace 呢？哇，78.27，非常好，恭喜！好，来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舞台上哦，迎来我们另外的两个组合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。是，紧张的时刻到来喽，我们给大家宣布我们的十强的名单。是，我不晓得哦，经过今天的这三个组合之后，我们十强的排名是怎么样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金儿童唱游比赛最高分 Ace 78.27，哇，恭喜，那入围门槛是74.27哦，星光少年团也挤进了，恭喜。好，今晚的两组呢都已经挤进了，好，恭喜你们哦。但是今这个十强的名单只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还有两场的复赛，最后才可以给大家确定最终的十强。是，当然如果你掉到十强以外，11到16也不用担心哦，原因是呢我们还有逆袭赛，所以大家在那个时候呢也可以争取最后的两个席位。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咯。好，这时候稍作休息，那待会儿呢还有更精彩的，千万别走开，稍再见。就在周末晚上，一个完整在手中，一波击中，百倍奉还。好，刚刚第一轮呢，我们送出了三个百倍哦。接下来抽出的这三位朋友呢，到底是东南西北中哪一区的朋友呢？不过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到全岛各地的这个圣中超市购物呢，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了。是，那当然掉在地上的收据大家也不用担心哦，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忙捡起来。待会儿还有另外的一轮一波击中百倍奉还哦。那节目结束之后了，还有200位朋友哦。可以赢得100块钱的这生松超市礼券，或者是电子礼券，所以赢奖的机会真的很高。好，第一位朋友82.37的花费。Bukit Batok West。是。Lomegi。The M1 customer you're calling cannot be reached. Okay. Okay. Let me try again. 好。要试多一次哈。好。Okay, 好，来。哦。对，好。好。希望他自己来接听电话。Hello, Maggie. Maggie. 我们来电咯，我们来电。对。Yeah, 来电。你不要这样，等下你老公会骂我。OK, 没有办法联络上他，来。OK, 幸运轮盘哦，来看看他的运气如何，来咯。好，生松超市，百倍在哪一个格子？会不会停在？百倍的格子，听听
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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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
好，来喽，多少倍？五十倍。五十倍再乘以花费也还是一个红包，恭喜恭喜，4118.5元哦！恭喜这位朋友，我会书面通知他。恭喜恭喜，那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五位一波即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了，花费是68.8元。68.8元的花费，子毅。雍子毅 ，Terence Lin。是。Terence Lin, Terence. Hello, Hello. 请问你是子毅吗？你是谁？我是钟晴。你好，我是郑荣。你好。哎，嗨。哎，冰封万千在声中哦。恭喜恭喜，百倍百倍，谢谢你到声中购物。对，四个格子让你选啊，声中超市，你要开哪一个呢？子毅。松。啊？松。松啊。对，松了第二个啊，好，来喽，多少倍呢？来松，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多少倍？多少倍？六十倍。六十倍，再乘以花费，恭喜你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4128元。恭喜你哦，子毅。恭喜恭喜。好，恭喜恭喜，我们在书面通知你哦，拜拜。周末愉快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下来呢是第六位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幸运人，78.12元。78.12元的花费。Seduduk。Jalan Seduduk。Jalan Seduduk。啊，春哎，春秋。春春春。春春。老。Hello， 你好，请问你是？OK OK， 可能他在忙，我们不要强求 ，OK， 好，来来来，没事没事，他没有办法听电话，我们就帮他转一转这个幸运轮盘哦，来喽，好，来停在百倍，停在百倍，百倍，百倍，多少倍会在哪一个格子？10倍再乘以花费哦，恭喜恭喜，4687.2元，也是好高的奖金。恭喜这位朋友，好啦，给大家揭晓我们的百倍在哪里。是第一个在松，松，第二跟第三都在升。这个不是啊，第一个不在松，在升哦，在升，然后第二个呢？是，其实呢，就要看看大家的运气啦。不过重要的是，只要你到缤纷声松去购物嘛，是在我们的缤纷万千在声松的节目里头就有机会赢奖了。哎，是的，所以事不宜迟，赶快到声松去吧。好，下来呢，继续玩游戏送奖金。团团圆圆庆丰年。看到我们这大碗就知道我们要来吃汤圆。是的，我们上后有12个大汤圆哦，每一个汤圆是500元，所以所有的汤圆都可以送进这个大碗的话，就可以赢取最高奖金6000元。是，我们的参赛者呢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拿着他们的大筷子要来夹汤圆了。好，欢迎两位，你们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丰源，来自三巴旺，这是我太太郑美娃。大家晚上好。哇，好厉害，真的，林先生中气十足，丹田很有力啊。对，来做好准备哦，可以用这个大筷子要把汤圆夹到我们的碗里头了。好，筷子已经拿好了，那准备喽，50秒，现在开始。好，稳着点，稳着点，哇，漂亮，好，要转要转哦。好，提高一点。好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。OK。就是这样，稳稳的放进碗里。哇，很稳呢。漂亮哦，而且它很轻柔哦。是，加油加油。我们的汤圆不
只是大哦，而且是有分量的，有重量的。所以能够这样夹，真的不错了。你看，是两公婆配合得很好。除了要有速度，还要够稳哦。漂亮。碗里头有很多汤圆哦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把它推出来哦。放好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，来，继续加油，再来一个。小心啊，汤圆。慢慢慢慢慢慢。好，再来再来一个。再来多一个。三，可以。二，一，放下去。哇，太好了，厉害厉害，你看，哇，满满的汤圆在我们的大碗里头，是九粒对吗？是九个汤圆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九个汤圆，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每一粒汤圆500哦，恭喜4500块钱，恭喜恭喜，恭喜老爷和许夫人，恭喜。是，其实呢，我们的这个节目每一期都会有两组参赛朋友嘛。是。但是呢，今天第二组的朋友啊，突然间身体不太舒服，发高烧，是，临时没有办法出席哦。对。可惜，祝你们早日康复哦。好，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呢，到底下个星期哦是谁来玩游戏了。欢迎以下两位朋友下集来挑战，团团圆圆庆丰年。就在周末晚上，银河完全在闪烁。节彩龙年吉祥 ，OK， 下来我们要玩游戏了。你看现场真的好有过年的气氛。哎，是的，挂灯笼哦，我们身后很多个红色的漂亮的灯笼，印上了“龙年吉祥”四个字哦。是，待会参赛朋友呢就要把他们从这里哦挑起来，然后呢到另外一边正确的排列出来，就会有奖金了。好，祝大家好运喽！先来欢迎今晚的第一组朋友，你们好。好，欢迎你们，你们好。大家好，我姓林，林金龙，这位是我太太，我们从文理文理，欢迎两位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，来，请做好准备哦，请就位哦，好，看清楚了啊，45秒，现在开始，好，不要紧张哦，慢慢来，加油加油，最重要是排队地方哦。我们现在也要，我们现在也要很努力帮忙看，是。OK， 龙年吉祥都对了。OK， 好，挂上去，挂上去哦。还没挂上啊？好，可以。好，第一排 OK。是第一排哦，龙年吉祥已经排列出来了。大家给你们掌声鼓励喽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看清楚才挂上去。哎，漂亮！好，来个年，还有一个祥。加油，还有10秒。加油，加油！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稳稳。挂上去最重要，一定要挂上去哦。好，挂上去，好，慢慢来，挂上去 ，yes， 漂亮， okay， 好，再来一个，时间到，时间到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来，来，不错不错，至少两排哦，龙年吉祥都成功的给排列出来了，很好，第一排1000，第二排2000，也就是说你们获得的奖金是3000块钱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哎。好像不太难哦，是，感觉上呢，只要啊手稳眼准，挂得很准，那就 OK 了。然后那个步伐也要快一点点。好，下来第二组就不晓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了。你们好，两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智利，我来自不给颁奖，这是我的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伟。好，今天的男生们都跟朋友一起来哦，哎，来，你过来这里哦，就位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准备好了哈，看清楚了，45秒，现在开始。好好，你们走的路线也要看好哦，不要一直交叉哈。OK， 好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稳稳的。OK， 龙年吉祥，成功，第一排。好，第一排出来了，恭祝大家龙年吉祥。哇，现场的朋友太好了，一直在给你们打气哦，来，加油加油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现场的那个道具是最棒的。是，真的。加油加油，快点，多来两个，一个750啊，快点，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稳稳，4 3 2，挂上去，挂上去， yes， 有一个了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很好，好，第一排第二排已经完成了，是，第三排龙迟到了，是，龙还没有到，好，还没有到，呀 ，OK， 翔 ，OK， 在时间内完成，是。恭喜恭喜！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3000。
10块钱。恭喜恭喜，来来来到我们再次非常恭喜哦，上个星期被幸运抽中我们的这两组朋友，恭喜恭喜。是，那下个星期又会是谁被我们抽中来挑战这个游戏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名单。恭喜以下两位朋友下期来挑战，张灯结彩，龙年吉祥。就在周末晚上，银河完全在手中。就在周末晚上，银河完全在手中。一波击中，百倍奉还。好，这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轮喽。在家里看电视的你不要羡慕哦，最好是赶快行动到深中去购物哦，他就有机会呢被我们抽中了。来，好，我们最后一轮的一波击中百倍奉还，从全岛各地哦收集回来的这收据，你的一定在里头，就是要看有没有运气哦会被抽中。好，好，下来的这位朋友他的花费是75.76元，75.76元。Linda 卢，住在 Punggol Drive 的 Linda。The M1 customer you're calling is currently. Yes, thank you very much. OK, 好。好。哎，没办法联络上他。是，观众朋友们，下来第三轮不一样了。是，好，你们太热情了，好，让你们来选百倍好不好？让你们来表现表现。好，生松超市百倍在哪里？是百倍吗？哇，好厉害啊！真的是100倍，也就代表说今天晚上获得的奖金是7576元，恭喜恭喜！真的是要谢谢你们喽！是，恭喜这位朋友，我们会书面通知他。对，下来呢，我们要拨的这一通电话是今天晚上的最后第二位哦，一波击中百倍奉还的幸运儿。哇，阿姐你真的很厉害，你把这个留在后面高潮。161.45元。哇哇，就是如果中百倍的话，16000啊，好，16000。OK， 明白了。哇，林新玉，新玉住在红帽桥的林新玉，林新玉，快点来接听电话。161.45元的花费，哇，好高啊！高不高？高啊！希望把这个百倍的奖金送给你哦，赶快来听电话吧，心仪。心仪住在红帽桥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联络上他。来，你们觉得百倍在哪里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！生松超市，哪一个？生松生啊，还是生吗？10倍再乘以花费，恭喜，9687元。60倍，他还是赢得了将近10000元啊！真的，阿姐阿姐，你真的很棒，果然是我们的阿姐。为什么呢？真的会帮节目制造效果。最后一张收据呢？我们阿姐抽出来的最后一张收据，203.15元。哦，我很紧张。OK， 好，来。哇。哇，太刺激了，这个是好刺激哦！203.15元的花费耶，试想想到生松购物赢20000元，你还不快点去？哇，希望他今晚可以破纪录哦！是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送出最高的奖金是18000。没有了，我们有千倍的时候也很高了。哦，对对，我是说这个系列百倍啦，百倍啦，这个系列的百倍。翁明义，好，Bedok的这个朋友哦，是翁明义。住在本路的一位朋友翁明义，快点听电话！明义来，为什么都没有听电话？他没有听电话怎么办 ？OK， 你们想清楚啊，在哪里啊？百倍，那你们来选哦，生松超市，还是真吗？大声一点！
真的好厉害呀！23,115块，哇！恭喜恭喜！这个圣诞佳节过年啊，可以大肆庆祝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做了明智的选择，到圣松去购物。是，所以呢，还是要非常感谢所有支持圣松的朋友。太刺激了，好，好，也要恭喜，然后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帮他选中了百倍的位置。好，第二排，今天这排的百倍是在。好了，我们三轮的一波集中百倍奉还呢，都已经抽出来送出奖金了。哎，是的，节目来到这里呢，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嘉宾哦，他呢跟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，好久好久没见，因为他一个人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待了10多年哦，是，真的好想念他。我应该有二十年没见他，将近20年。OK， 不要讲这个年份，不好不好。好，这时候呢，马上要把他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了。有请张玉华，是带来这首《再见，我的宝贝》。别哭了，别对我。久没有见面哦，来跟大家打招呼吧。呀，还有在家里看节目的。嗨，
迎大家好，我是张玉华，好久好久不见了，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再次跟大家见面。太想你了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依然是保持在最佳状态，非常好。谢谢你这么说，感谢感谢，非常的鼓励。要不要我帮你抹一抹你的眼泪？有眼泪没有？没有了，我相信大家肯定都非常开心，再一次看到你嘛。那当然，大家也听到了好消息，哎，准备回来了，在外国那么多年之后，现在已经定居在新加坡了。欢迎回家，欢迎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欢迎。是什么让你决定要回来的呢？回家了呢？当然是家人、朋友跟粉丝们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，真的感受了太多的温暖跟。太多的呼喊，所以我也很想念，所以就决定回家了。所以你之前哦，十几年前一走就走了这么多年，都是在哪里？加拿大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、香港、台湾，到处都去演出跟拍戏等等的。对，是。那当然，这一次回到新加坡之后，不晓得你下来有什么计划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最确定的，就是2024年会发自己的第五张新专辑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哇哦，都是你一手包办的吗？你自己写的吗？对对对，词曲啊等等的跟制作都是自己一个人包办的，所以这一次是完整的自己的一个作品。是，当然也希望呢，除了这个作品之外啦，也能够啊，就是看到演出方面的东西，好好加油啦。好，我会的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期待你的新唱片哦，加油！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，下个星期来到我们节目，那是台湾的一位新晋艺人，那就是我们的派伟俊将会来到现场。哇，是个小帅哥哦。是，看到我们的这节目，大家也知道嘛，心动不如行动，快快到我们的生松去买东西喽。哎，是的，那下个星期别忘了哦，我们的静儿儿童唱游比赛继续我们的第五个第六场复赛。好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